你所有的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是我不知道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全权负责你的安全。什么？我是乔小姐请来，专门保护你的。白菲菲，什么情况呀？你雇请保镖了？当然了，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嘛。 我们这个，我熟悉你身上的味道。你所有的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是我不知道的。你给我买这么多，我用得完吗？那你就慢慢用。 你给我吧，不用送了。你确定你要自己回去？嗯，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给我。喂，喂，念初姐，今天我看到厉总来接你了。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？诗琪啊，你之前不是说要给我介绍相亲对象吗？我想见见。啊，好吧。 我给你安排三场相亲怎么样？怎么相就行了吧？好，谢谢。你这打算无缝衔接啊？刚分手就相亲？没办法，老妈下的硬指标，30岁之前我必须嫁出去。走了。 你这次受伤还不长记性吗？我送你回去。厉先生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不想让我妈误会。那你把这个带上。保镖还要送人口红，这是贿赂？这是给你保命用的，阮小姐。这是防狼电击口红，可以放电。